做战斗，战斗斗。我的也弄到了。我的也弄到了。我的也弄到了。哎，妈妈怎么？麦当劳。你们要可以干吗？不要。好，没有贡献。烂货。
哪一家这个？他们喝什么？我跟美菲喝一样。多水一点，多一点。就写阿飞选的。就错飞选。你就写七十。哦，那很好啊，那应该可能 A 加加吧。不错不错。我点的。成绩单没发对不对？不一样。三月二号。三月二号。三月七号。三月七号。OK。你都太高了。没喝过。好，我们今天来教二至三嘛。我们今天花整张是来教二至三。这个学校教哪里？二至二。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好，没关系。在上课之前呢，我们一起来念一篇文章。可以，一人念一句。一人念一个逗号，就是念那个标点符号。何必苦苦学几何？几何又几何？学了几何又几何？学
以后进入社会都用不上。官员应该好好检讨课程与教材才是。中学大学教育并非职业技术训练班。学籍何不保证进好大学，或找到高薪职位，不过学籍不足。肯定能找到在哪里走下的路。这是从成人中学习的三个过程。我觉得进入了开放。据说台湾的中学数学课，老师不给学生写题做，也不改作业，因为都是中学生。我觉得那时候打优势，应该四几分，四级下分。
重点不是他写的好不好，重点是他表达内容。各位觉得他讲的是事实还是虚幻的？是真的吗？有没有什么地方不对？我一直觉得，应该是没有了。应该是没有，真的、哦。就嘞，没有，就直接接受他是对的，不用质疑他。这样子耶。嗯，你有没有觉得它里面有不对的地方，或是跟事实上有点出入？啊，大声一点。台湾的中学课程，他没有不给我们习题做。没有不给你们习题做，给你们多习题做嘛，对不对？那还有哪边不对，或是跟事实上是不大相符的，有出入的？有吗？改作业。改作业。怎么说？就是，我们老师都会改作业、啊。你们老师都会改作业。那其他班的同学，其他班的老师，也会改作业，是吧？但是你想改作业改的仔细不仔细，对不对？这是一个问题嘛？哦。那你觉得他认为集合应该怎么教会比较好？哎，廖文成，你觉得他怎么说？他觉得集合怎么教会比较好？就是透过分析、判断、运用一次条件标准。嗯。还有吗？然后老师是用口述跟那个写板书。所以他对什么样的教学方法比较不欣赏？来，我们对不对？用放电影或者看影片的。嗯。那你们觉得放电影、看投影片，你们觉得如何？好还不好？我觉得分量不一定。不一定。数学我觉得不好。比如说，数学看影片会有影响。嗯，要看科目，对不对？理化，理化我觉得影片就当社会，社会看影片，社会看，数学看影片好不好？数学，数学看影片没用。对啊，不是上面讲说要用那个板书跟板子，嗯，所以就矛盾了。所以不大适合看影片，对不对？那哪些科目适合看影片？刚刚说社会。理化，理化，为什么理化要看一遍？之前那个波，之前有一课是波啊，看完波才知道，比较了解那个波在干嘛。嗯。不然用看文字就。历史。历史，对历史。历史在看懂《甄嬛传》。不是就看这个，这个。我更容易了解历史。不是一天新闻，一天就是有一天新闻就是节目在里面讲，就加深一下。就可以用图片就比较生动。嗯。影片。好，来，那再来我们问一下打油诗的东西啊、哦。人生在世有几何？那个几何是几何学的意思吗？不是。不是，那不然是什么意思？那个几何两个字要怎么解释？那几何应该是多少？多少，或是多久，对不对？人生在世要学多少东西，可以活多久？何必苦苦学几何？所以那个几何是什么？名词是什么？几何学嘛，对不对？无形的问题嘛。几何几何不知数，学了几何又几何。都可以。几何几何应该是第一个几何应该是动词，第二个应该是。哦，所以这句话怎么翻译？多少几何不知道，然后学了几何又怎么样？又怎么样？对不对？所以这里最后一个几何，学了几何又几何，那个几何是如何，或是能怎样意思吗？是吧？那能怎样？你觉得根据他上面写的文章，来柯山，他认为学了几何能怎样？或是用你自己话讲，你看完之后，碰到一般孩子有扎实的数学底子。基本英语你都得到一扎实的数学理论，
得什么？得理解能力。还有什么问题？我刚问你。然后听你觉得嘞？觉得及格又能怎样？能够考100分，进台大。是这样意思吗？不是，那不然你觉得？还是学了及格，提供各位爸妈这个训各位的理由跟借口。文章中觉得学及格能怎样？大胆假设。大胆假设。学到最基本分析。学到基本分析的能力。学到最基本分析。对不对？应该是他希望从几何中可以得到东西嘛，对吧？好，我给大家看这个文章呢，是希望大家了解一下为什么要花那么多时间在慢慢的教各位，很仔细教各位那些内容。不是只有我一个人在那边唱高调而已，至少两个人跟我是一样的想法，可以吗？好，给大家看看。李佳龙应该大家都知道，有人不知道李佳龙谁吗？就个阿伯，我已经修他课被他当掉了。是啊，你修过吗？有修啊，他在资工系开门课叫城市设计入门，然后我是数学系的，然后我不自量力跑去资工系修那门课，按理说应该很好过啦，可是因为某些原因导致我没有非常花心思在那门课上面，所以期末就作业做不好就被他当掉，然后50几分吧，就没拿到学分。所以有人不知道李佳龙吗？李佳龙是我们清华的教授，也是暨南大学的以前的校长。不知道。你不知道他谁？就是他不是国文有一课，就是他写，就是那个，就是他遇到一个黑，遇到一个盲人，然后那盲人老婆是黑的。哇！哇！哇！什么偏见的？偏见。小学什么语偏见？啊，对，私语偏见，私语偏见。哦，对。李佳龙是。怎样的人呢？他高中读附中，大学读台大电机，后来去加州大学福克兰分校拿到电机博士，后来回来台湾就到了清华大学去教书，一直在电机系跟资工系还有数学系三个系教书，啊，是我们清华的很老很老的教授。现在几岁？现在啊，应该80了吧，80以上了吧。他还是有开课，他还会买 FB 哦。会啊，他会买 FB 的。不过虽然他是教电，应该这样讲，台湾的资讯业可能有很大一部分是因为他的关系，所以才能发展的起来。因为他那个专门是研究机体电路晶片设计的，后来研究演算法，然后这个比较专有名词的东西，可能你听不懂他讲什么。那他比较。对社会有贡献什么东西？他那个成立什么活络基金会，他在偏远地区，然后盖了那个弄了很多间基金会，然后嘞帮大家免费课，教那边的小孩子，不管是数学啊、英文啊、国文啊这样子。比如说在那个埔里啊，南投埔里，你们有没有去过？埔里那个地方比较乡下，他们的那个，比如说买一本书可能比较我们这边这么方便。然后福克兰让 Seven 去买，没有什么书店或是图书馆，啊，他就在那边弄个基金会，啊，叫国货基金会，在那边教，就是帮助偏乡弱势的小孩子学习东西，啊，好，所以我想这个人对社会还是，虽然他有些想法是有些可以讨论空间，例如说他认为说整天上网的那个头脑都是笨蛋在上网，啊，他是在上网偷这个。好样的，对，都在上网，对，整天都在上网。啊，这个你这样的辩驳叫偷换概念，你没有，你这样等于你这样不是说针对他的核心点在讲。当然那个有值得讨论空间的，啊，不一定上网都是笨蛋呐，对不对？好了，那个我想这个人至少他讲了一些话，我们应该还是有可以去学到可取之处啦，不以人废言。不要不以人废言，来。不因为这个人做过什么。不因为这个人长相就说他讲话一定是屁话，对不对？对。我靠，他是什么？就一个阿伯。
对你不会觉得他，你不会特别想放大来看他长什么样子。他搞得他很帅。重口。好，很好。重口吗？李登辉。对啊。李登辉。我在这边打上一句话，就是说李嘉彤是什么人？他外省人。他是台湾人。他不是，他祖籍在上海，他家里的背景是。就是他姓李，对不对？李氏家族，他们家族是很有名的，就是他爷爷那一辈的，有一个人叫李鸿章。哦，他爷爷那一辈里面有一个人叫李鸿章，也就是他所出生的李家，算是出很多显赫的人，有名的人。那他其实是从。大陆就是他们家族从大陆来台湾的，严格来讲不算是台湾人，是外省人。那我们常在分什么台湾人啊、外省人啊、本省人啊，这其实是很不好的分法。为什么呢？你想，如果一个人对这块土地没有什么认同，那干嘛花那么多心力去到处弄客服基金会去帮助弱势，对不对？好，所以不要去分蓝绿，不要分那种什么本省外省啊，我想。跟大家讲他的背景啊，严格讲他并不是台湾本土长大的人，可是你看他对我们对我们国家、对我们社会有很多贡献的，不说科学上或是科技上贡献，就说他帮助很多人去学英文、学数学，是不用钱的，不用钱的，哦，像那个他花很多心力在做这件事情，哦，那募款呢，好。所以看到这文章，希望你会再回去回家的时候再看一下了。好，李嘉龙还有一些言论我不是很赞同，可是至少这篇文章他跟洪正芳的想法我很赞同。OK。啊，所以你也觉得口授跟稀罕？对啊。最近那个新闻，学测刚考完对不对？成绩刚公布嘛，家里有没有哥哥姐姐？有。考学测的。有刘乐，你姐姐啊？有吗？哦。他假三类真一类。所以他考得还可以。好。什么是假？就是假装要读三那个三类组，要读医学或是生物的，然后其实他文组文组的科目很高。他考超高。好。那嫁过来。你知道那个满级分是75级。满级75，也就是说，如果想读台大电机、台大医科，你们就75、74才有办法上得了。那我当年呢，我比较废，我只考62而已。这样是对好还是？62其实蛮，我觉得以我水准来说蛮差的。我好歹应该考了68左右。我是67。嗯。那总之我没有考很好，那但是清大水准大概就是60几就对了。那个我们台湾有个地方叫高雄的地方叫六龟，有没有听过？六龟在美浓那个地方啊。他们今年呢，全校呢，六龟呢有两个班，六龟高中两个班，一个年级两个班，结果全校没有一个人呢，他的学测级分数超过40，40是全国平均。也就是那个六龟高中没有一个人比全国平均高，大家都比均标还低。也就想象一下，你各科成绩都比班平均还低，会发生什么事情？会被干掉。你回家应该被打死之类的，或者你手机壳被折弯掉。那结果就显现出问题啊！显现出什么问题？你一间高中竟然全校都没有人考超过平均，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那老师在混吗？没有，老师其实也很认真在教。而是那个地方基本上教学资源不够，还有呢学生的家庭背景因素，比如说家里人有种田的，你回家可能得去帮忙种田，没办法说花很多时间像各位来补习之类。我想我们去六个高中那边开一个分部，应该是绝对亏本，因为没有人会来，可能说一两个会来补习的，懂我意思吗？所以那你想啊，这是什么？这代表城乡差距怎样？差很大，为什么？你看，比如说建中好或北一女，可能是一半以上都70几分，而他们是全校
没有人考超过全国理科平均，这两者对比很强烈吧？这两者对比很强烈吧？所以我们社会发展其实很没有非常均匀的、哦、你要想台湾好像很进步，对不对？我们常常笑大陆是什么以开发国未开发国家怎样的，然后他们可能厕所没有门，其实我们也比他们 好不了多少，讲得更真的。现在比较有了啦，当然你知道那种很乡下，什么云南啊、新疆什么的，那可能就没有门。没有门，他们要怎么吸收？但你很应该很难想象说，在那种六桂高中那地方，他的学生成绩如此如此低落，也不是学生不成，也不是学生不认真哦，而且学生很认真哦，可是因为很多因素啦，例如他们有没有机会写那么多练习卷，或者参考书、讲义来写，没有。好，那你他们回家如果上网找个资料，容不容易？也不大容易。哦，也没有什么图书馆等等。所以最近就引发一个问题，那个刚文章里面有写什么东西，看投影片对不对？然后上网那些东西对不对？最近的教学叫翻转教学，有听过？你们知道？翻转教学就是什么？回家老师把教学东西放在录在网路上，回家看，然后嘞大家回家都得看，然后上课时候来讨论，知道这是教学吗？不知道。最近很流行这个，像台大电机系有个教授整天一直提倡这个事情，叶秉承，我不知道你们听过。但是叶秉承这个想法怎样？太理想化了。为什么？你想啊，有些学生家里他哪有平板啊，他没有网路啊，他要怎么去看那些东西？对不对？啊，或者他环境不允许，例如说有些家里开工厂的。你可能回家可以读书，是没有在吵得要死，你要怎么去搞那些东西？你懂什么？所以我想，我跟大家讲这个可能还是比较遥远一点，可是大家以后应该想说，我要怎么对社会有点贡献？啊，我要怎么对社会有点贡献？啊，好，来，所以把文章收起来，把文章收起来，好，把文章收起来。过一个年哈，希望大家今年等到下学期过完之后，大家就是准考生了啊，要很努力的去准备。你们觉得压力很大，我也觉得压力很大。我每次书店呢，都跑去国中参考书区呢，站在那边，然后想一下说，我要怎么帮助各位会比较好。选更多练习题吗？好像也不是这个，这好像不是一个解决的方法。那因为我们班进心比较多嘛，所以思考说，也许到时候教复习的时候，是不是以进心你们学校发的讲义来做基准啊？这还在考虑啦。啊，就免得说我们这又发一本讲义给你，然后你学校一本，然后你一大堆，做都做不完。好，我考虑这样。那很快哦，大概在几个月，在三个月就换你们倒数一年了，一年的。不要。啊，你不用去害怕，这没什么害怕。你应该想象说是一个给你真正伸展、真正给你表现的一个机会。啊。你现在即使不想要表现，那你未来你还是你等到以后出社会，你还是得跟很多人表现啊。好，这是一个练习而已，啊，一个练习，他好不好我都无所谓啊。那个你应该，各位都活在台北，那个生活或者说你的资源都应该算蛮丰富的。你不要说害怕他，应该想说我去好好把该念的东西念完，该做的事情做完，就这样。哦，那没什么好害怕的，应该是你要抱持这种心态，不要说哦压力好大怎样子，而且不要把自己逼得太紧。讲实在的啦，那个过年的时候，国商有来看书，我不知道各位知不知道。啊，我个人是，对，有开，有学员开，不过我个人比较不偏好，就是等到明年让各位叫各位来看书，你要来看我当然欢迎，但是我没有觉得一定要来看。应该说适当的休息，适当放松，
该念的时候好好念，啊，该放松好好放松。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大年初一就要念书，应该，我自己读书都没这样。我准备考学测指考，考大学的时候我也没认真到这种地步。好，总之呢，大家呢，你应该怎样呢？当下把当下东西学好来，把当下东西学好来，等到以后你要复习的时候，其实就不会那么困难，不用再从原理重新再学习起来。哦，应该是要这样的想法。哦，那只有跟你们讲要做好心理准备啊，做好心理准备。那个等到暑假开始，那我会安排复习课，数学的，那让我有别的复习课，然后还有模拟考。那你自己时间分配，你要开始慢慢去练习。其实你现在就可以开始慢慢练习，就是说你每天少上十分钟 IG， 类似这样子，或者你少 po 一张照片。你练习说现在开始，你现在发现说你每天要平均每天 po 三张照片。我乱讲的，对。然后希望你达一个月或两个月之后，达到说一个礼拜大概平均只 po 两，就是每天只 po 两张照片。等到期末的时候，一个礼拜就是每天只 po 一张这样。大概到一个月才 po。类似像这样，或者说发限动，好，发现也许你过去以前的限动上会打二十个字，那等到期末，希望你慢慢减少到。刷几个字，打十个字，我觉得几天的问题，对，我现在只是讲说，你其实可以慢慢练习。我们其实就像游泳一样，你一开始你每晚都跳下去说一定会抽筋嘛，会很痛嘛，对不对？那你应该现在可以慢慢练习，说，把一些心思花在读书上，就是说你让自己多练习，我多做十分钟看一下，可不可以？好，这样慢慢练习啦。好，而不是说马上说，来，暑假到了，他手机全部交出来，没收 ，IG 全部关账号，脸书全部关账号，不是这样啊。好，这样子大家会受不了，我会受不了。OK。好，总之我希望大家明白我的讲法了啊。那，OK， 好，那个要复习的东西，等到以后再说。好，我们现在还有什么东西还没教？我看一下，借我看一下。啊，我们在画圆，我们在画水龟做。然后水龟做什么？这个后面有很多空白，对不对？来，请你来打开一个空白。来，一开始不用圆规哈。我马上去拿笔记本。你看你要笔记本还是你要讲义后面的都可以。一开始不用圆规哈，我先教你把步骤画一画。
用先进液那种样子的。那跑的时候有没有很痛苦？很痛苦啊！想不想超捷径？想啊！那个山，因为事实上你想啊，我们族中有六十几年的历史了，加日据时代的话不止，加日本时代不止。那那个学长啊，一定在后山弄很多捷径啊，很多小道都弄出来。那你敢去走捷径吗？不敢，为什么？因为很多老师都是我们学长。他们都知道捷径在哪里，所以他们都会站在捷径那边。你只要你下一捷径，看看啊，老师不好意思，然后没有，你就说，然后我想上个厕所。你好意思讲？我们后山上都有厕所了。是那我念不起。很痛苦啊，你还是得跑啊。我跟你讲，族中对于跑山这个事情严格到什么地步啊？严格到除非是刮大风，就台风天龙。那种很大很大的风，很大很大雨，不然即使下雨还是照跑。不走。那怎么跑呀？啊？怎么跑？撑雨伞。没有啊。撑雨伞。我们就，而且你十一月、十二月，我们还是穿着短袖，那种透气的那种，就是那种黄铜那种运动衫，都用我常穿那个衣服，就穿那个去跑。跑的时候全身都就从上衣到裤子，甚至内裤都湿掉。就不能休息。除非你可以那个、啊、申请那个病，就是病历啊，诊所或是医院开证明说你这个不用跑、啊，不然一律都得跑，所有人都得跑，女生也得跑，祖宗有一班女生啊，每个人有一班女生就是音乐班的也得跑，真的？对，都得跑，而且所有人都一律跑5600，就是传统，都没办法违背。为什么要跑这件事？因为从创校就决定有这件事情。啊、跑很辛苦啊，很痛苦啊。可是跑久了之后，你就觉得你不跑就不行，你不跑的话被老师抓到，你就是得又重跑。然后嘞，那重跑更浪费时间，更累。你不跑不行啊，你再这样就是得撑下去。跑到又说觉得哦，脚底下都发烫的那种感觉，然后上气不接下气，很喘。有时候下雨，然后那个会打喷嚏干嘛的，因为很冷嘛，对不对？那个十一月、十二月很冷。每年去跑，台北。每年冬天都是这个活动啊。冬天嘛。对吧、啊？我们夏天就是游泳。自家。游泳是游裸。夏天游泳也是全部人都得游泳。女生呗。女生也是。全部都得游。游泳不行。像以前比较早期的年代啊，比如说20年前，如果游泳了，就是到高三的时候，50公尺游不过就是不能毕业，就留级。五十公尺，五十公尺，大家都会啊。我们班有谁没办法游50公尺？一定有啦，一定有啦。没办法，真的是。五十公尺。对啊，他以前就是没有过就是留级，他留2年没有过就是他就是退学。他有规定时间，早期有这种规定时间，后来没有，后来就是要游过就好了，只要50公尺游过就好了。那你这个东西你不能说我不要游啊，就是你考到这些学长你就得接受他，这是新竹高中的传统。学长基本上学长都是这样，就像以前我记得说有一年啊，说那个有一群人，有一群大学生，台大学生去碧潭划船，结果说他那个碧潭那边就翻船。他翻船就说，当场有活下的人都是族中毕业的，因为都会游泳。有人死掉，又有人死掉啊！必然也有人划船，船翻就死掉了。怎么划？那你说游泳的时候痛不痛苦？跑山痛不痛苦？跑山超游泳还好，游泳好像可能两。就来看游泳。跑山很痛苦，跑山你知道，像我记得我高二那时候跑山，那就是总验收那一次。我、哦、那个鼻涕什么就这样流，鼻水流，啊又下雨，那时候那边又毛毛雨，那分不清楚鼻水，对，分不清楚是鼻水还是汗水，你知道吗？还是雨水，分不出来。然后你又不能再问卫生纸，你一拿就全部都湿掉了。那最后怎么办？最后抱不住就这样抹一抹就手。真的啊，没骗你啊。很累啊，因为有计时，因为如果你回去的话，如果超过时间就得那个要再补跑，要再额外被叫去，然后再重新跑一次，很累啊。那你要一直跟时间赛跑，那觉得脚快不行了，你知道
不能放弃啊，放弃就是。我以为跑到中途。我车，我们每年都会派救护车在那个。真的假的？对，真的。所以各位，如果你有，我不讲，你们应该没机会啦。如果有机会，你到就是大概十二月底的时候，竹中跑竹中的那个越那叫越野赛跑了，因为以前后山是山上吗？因为在山上嘛，然后后山是以前那个比较荒凉地方。现在比较没，现在没有，现在后山已经我已经蛮就是设施。啊，还要跑吗？现在还要跑吗？要啊，就是这一定要跑啊。而且铺柏油哎。瀑布还是得跑啊，瀑布有什么不能跑？好像好跑啊，比较好跑。以前是泥泞的地耶，以前两次都这样跑。对啊，很痛苦啊，那还是得跑啊。那怎样撑下去？就是撑下去，意志力，意志力。而且在跑的时候，我跟你讲，你跑那么长距离哦，你不会去思考说你时间是多少。比如说像老师这种体型的，有跑完就已经了不起了。但是我跑过一次，其他两次高一跟高三我都有过，高二没有过。那为什么高一跟高三有过？因为我没有去试啊，我就是专心的一直跑就对了。那你高二为什么会？啊，高二我记得好像那是状况不好怎样，就是身体不舒服啊，可是还是得跑。会有人滚得下来吗？哈哈哈哈哈！你试试看，试试看。以后可以，以后如果你要考那个。如果考四 A 以上的话，你可以报竹中的语文自由班，音乐班呢、啊，试试看。那你不会考虑时间，而是你会想办法说，尽量的维持稳定的步伐跟稳定的呼吸。当气喘不过来的时候，就想说，那就稍微休息一下。可是休息一下，用走停下来，大概走两三步之后，想说不行，我一定要继续撑下去。你呢？你去哪儿了？好好好，赶快坐下。读书准备考试也是一样道理，你不用去烦恼说我今天可以读多少，我今天可以怎样了，我这样会不会怎样，我会不会很忧郁怎样，不需要，你就是勇往直前一直读下就对了，当累的时候就休息，休息到一定程度就赶快再重新爬起来，重新继续往前。有时候例如说我记得高一刚开始去跑的时候，就升读中刚开始上学期那个十二月的时候，国中谁在跑5600了？国中那个跑1600了，跑1600。我跟你讲，跑到三的去跑山，跑三分之一快受不了了。然后老师就在后面看了啊，你为什么用走的？你在干嘛？那你得怎样？这样就是这样跑，这样就用这种速度在跑，你不能停啊，因为老师一直看着你。他用走还是前面跑？对啊，年轻老师跟我们一起跑。啊，老的就会用走的，然后他超捷径看有没有人偷跑。因为我们一次上课都是大概三四个班一起上课。老师，你们没有去发现新的基础？没有，因为那山已经被我们初中80几年历史了。我们山有点可怕。那个山已经被该走的都走，对，该走的走完了，该讲鬼故事也都讲完了。真的？那你有跟我们讲吗？没有。真的有遇到派人去分散老师注意力哦。好，总之我跟大家讲是，其实很累很辛苦，你还是要这样撑下去，努力的走下去，用爬的要爬，往前爬，就是这样，哦，真的。好了，来我们来教死龟做图吧。来，死龟做图呢，我过年的时候呢有写一本讲义，但是呢还需要编排，所以还不会发给大家。那基本上呢，那个讲义的单元呢，有就50几个到接近60个单元，哦，那讲义我把每一部死龟做图的都拍用照片拍下来，那总共累积起来大概有500多张照片，那等到我做好之后发给大家，好，会发给大家，就是非常详细的死龟如何死龟做图，哦，各种的，那我上课教不会教你那么多，哦，不会教你那么多，因为其中有三分之一是国三才在教。那目前你不需要知道那么多东西，那还有三分之一是我用来自爽的，例如说画12边形、12角星，对，那画出很漂亮，那可是我不想跟他们提到很漂亮的程度，那可是教大家画那个，我想我们教一个图形的要1个小时，对啊，因为以各位的老师这个原规我都对不到哎、欸，老师这个我都画这个好难画啊，老师这个怎样啊？我可能要啊这边是这样的，我要东跑西跑的，好像这样。我们只教基本的东西，我认为你一定要学会的东西。好，
我认为你要学会东西。OK， 所以我们现在首先哈，首先我跟他教是这样教哈。首先呢，我们先用笔而已，先用普通的笔呢，然后来画出流程出来。最后呢，再请你怎样拿起尺规出来，真的按照刚才讲的步骤，尺规做图做一次，懂不懂意思？好，来，所以请你打开一页空白哦。然后正三角形，来正三角形，好来，那正三角形怎么做呢？好，首先是这样子，我两个点 ，A 跟 B。那另外呢，我们是要把步骤画出来，所以有一定的重复哈，所以你要忍耐一下。好 ，A 跟 B 这样子。那我以谁为圆心的话，圆心的话，我会用红笔来圈起来当圆心。好，来，我现在以 A 为圆心，然后以 AB 为半径长，那干嘛呢？画个弧出来，好像这样子。好，再来下一步，你不要画很漂亮，你不就用尺画，用手画，这里用弧啊、线啊，都一律用手画，像你画漫画一样那样画，你不要说我要画很精美，不需要。我跟你强调，不需要画很精美，好，不需要画很精美，意思到就可以了。等一下做一步，要尺规做图才真的用尺那个指尺圆规画很精确，好。来，再来下一个哈。好，这是 A 跟 B， 那已经做过的线呢，都一律用 K 线来表示哈。好像这样子，然后接下来我以 B 为圆心，然后再来这个 AB 为半径，那一样画个弧出来。好像这样子，所以接下来我就得到这样的东西，得到像这样，然后 A 跟 B， 然后来这边有个弧，然后这边有弧，像这样，然后我就把等一下的这个连起来，都给我画的有点歪哦，但是只要意识到就可以了。来，现在请你动作快。来，请问一下，最后一步做出几个正三角形？这是上下两个对称的正三角形，可以吗？一模一样的，一模一样，我们怎么说？叫做全等。所以我最后得到了，这边我们最后注记一下，最后得到上下对称的两个正三角形。作图呢是什么作图？是集合原本的第一个作图，正三角形作图是所有集合作图里面最根本的作图。然后来，好的之后呢，请你干嘛呢？请你拿起尺规来哈，请你完整的跑一遍哈，请你完整跑一遍。所以你的图应该会有几个图？我白板上有几个？四个对，再加你自己画那个应该要五个，因为你懂意思。不是下自己画要吧？对啊。八个怎么画？哦，我不用画步骤，我下画。你要画步骤，你要画步骤。哦，那所以就要八。不能八个，这不一二三四啊，五啊。没有，你要画步骤就四个嘛。那你接下来你就自己在旁边拿起直尺圆，直尺来，然后开始画一个这样的东西，再画一个这样的东西。然后这样子，它不就第五个了吗？对啊，自己画一遍啊，你不要不画啊，我们会下去看啊。所以你现在自己画一下，来，我们可以设定这个比边长的五公分好了 ，maybe 五公分，你会不会画？会。
干嘛？你要先干嘛？对啊。你要先画个横的五公分，对不对？听不听我意思？乐乐还好吗？还好。OK， 啊，这是今天要阅读文章，待会要看。然后接下来以左右两边为圆心，那、啊、你没有工具哦。啊，有怎么做？啊，不会做，是不是？看上面了、啊，现在不是这样子吗？啊，接一下圆规拿起来，圆规。有人不会做，不会做的举手，叫我过去啊！不会做，你跟旁边同学可以互相讨论啊。啊，接下来怎样？这样子对不对？现在这张 A 嘛，是吧？这样子，然后张开。好了，这第一步，第二步了，对不对？啊，在第三步，这样画过来。拿去什么？啊，当我们焦点。啊，点起来，对不对？墨水有没有？来，来，有没有不会的？别乱转，快点！你在干嘛？二总，你没有先画直线，你要先画条横线呢、啊。你就按照我步骤做，先画条横线，比如说三公分、五公分的。这张为什么没有尺？啊，这是谁的？要带尺啊，不要作为无耻的人，可以吗？我也是无耻。那我主要是在今天不见了，我今天早上还有拿来画。我推荐大家使用那个铁尺哈，铁尺是好用东西，啊，铁尺还可以割别人。我为了这两次去买，然后上次小鱼割别人，然后就直接没了。啊，铁尺一支大概15块左右，非常便宜。来，好了吗？有没有还没画好的？你看，画一个正上形，这么这最简单做图就需要快10分钟了。不需要。好了没有？这样来不及了，先这样。今天要尽可能。天哪，我把分解步骤教了还是不会。啊，对对对，但是为什么会抖啊？你在抖什么？我觉得最近大家不是流行玩什么？抖音拍的影片吗？有啊，我在玩。我流行在玩。哦哟，抖音。好了没有？你有吗？我下载一个没玩。哎，里面超多帅哥。就看重点嘛。这就是重点。而且很多明星都在玩。那你看哪一组？啊，我不知道。我看那东西的。虽然有时候有什么正妹在那边跳舞，但是我没有，都是帅哥。我打开唱歌把它打掉。OK， 可以啊，可以画比较小，没关系啊。然后你六块。哇，那就是一个上三。六块。哇，越大越大。OK， 啊对，来，那你还差不多，来再来下一个。今天比较没有计算，今天比较没有计算，所以我们今天就都是做，今天我们整堂课都做图。我教大家做图，来再来第二个。好，来看一下，来中垂线，来首先第一步，来我两个点，好画一个线段 A 跟 B， 好像这样子，然后再来下一步，来 A 跟 B。然后呢，这时候呢，分别呢，以他们呢两个端点来当圆心。例如说，我先以 A 为圆心，然后呢 ，AB 为半径，然后画个弧出来。一个图画一页都会不够用哦，应该可能20个图。一个图画一页是一个图画一页。20个画一页。20个图是那里算4个图吗？不是，我说20个 section， 这 section 二忘了写。我现在用到那个吗？不是，我都会有20个主题啦。来，像这样子。请问一下，这个这一步是融合前面哪几步？第一步跟第
第二步跟什么第三步吧，对，二跟三融合在一起。好，然后来下来下一步干嘛呢？另外一个班我先教指挥作曲了。另外一个班是礼拜五的班。然后听说有人回家画正六角形、横轴形，还正六边形。是传说一。多一哦。啊对。我帮我弟做啊，寒假作业。我知道。是。为什么帮？好姐姐，我画的好美。没有问题，因为我弟要画什么春联，然后用正六边形帮他画一个鞭炮，真的超棒。哇。哇。交压岁钱多6块钱。没有。他说他要包红包给我，跟他然后没有包。你姐，老板，你弟不在说什么？我要送姐姐什么橘子还是橘子大吉大利？哦，对啊。然后我弟说他新年新希望是交到一个女朋友。哦。这么早熟，你们家是不是都吃？来看一下，来，这有没有中水线的？有啦，对，中水线的，来。所以，来快点快点！他们把他走了。你要干嘛？没有，我来。他干嘛？你跟他画吗？我写完画了。我知道。你要嫁给你。你有指挥作图吗？哪一个水鬼？他没有在画画。我都画了。他在画。来，所以你可以，你可以试试看。哦，我好乖。你可以试试用5公分来做做看。不然就三，不然4公分啦、啊，2公分太小，2公分很难画。好了，看你啊，看你自己高兴。你画完之后，你去用个，你决定一个长度，好，然后接下来你画完之后去看一下，有没有真的把它平分掉。哦，有。这个要压，手要压。对，你看你们都不太会，圆规要怎么用？你的针那个地方要用6成的力量，你的笔那个地方用3成到4成的力量，也就是手指的力量，你要怎么控制？我怎么能够知道6成、3成？可能会跑掉，就是你自己的问题啊！你要练习，各位手指肌肉都还没发达啊，所以写出来字都不好看，或者不会写毛笔字。好，为什么不会写毛笔字？因为你不会控制那个力量。好，很好，那、有没有评分？用时间来看，有没有刚好左右评分？我觉得有。哇，有哎，好棒哦！哇！哇！以前我小时候学，我是自己看书的。嗯。好，我自己看书学的。然后，我就发出像蒙德勒一样声音、天哪，真的评分，怎么会这样？哇哦！我讲认真，我没有跟你开玩笑。我记得那个晚上非常快乐，就是我学了很多可以评分线的方法。你怎么会每次买这个书？参考书啊。真的。参考书啊。来，快点，快点，好了没？他背面的眼睛。啊。为什么画4公分太大？因为眼睛比较大。我怎么知道？好了吗？那问一下哈，来，我问一个问题哈，有没有需要说一定要 A B 当圆？当半径？没有，我觉得C珠还不错。什么东西？C珠？你不要乱扯。我以为说 A B 写。有没有要一定？有没有需要一定要这么长？不一定。为什么呢？正经点。正经点。那个长度哈，我们可以怎样呢？可以略短一点。我可以略短一点，稍微略短一点的，注意哈、我左右的那个半径长要一样长，所以我可以画出像这样东西出来。好扁。最后还是会中垂线，还是会平分。哇，是哦。也就是说，你在估计那个画的半径时候，你只要比原来的一半多一些些就够了，然后左右要保持一样的半径这样画，还是一样的成果东西出来。因为我在讲什么？有，可以吗？嗯，可以啊。那为什么用正三角形？为什么要用那么长？因为承接前面刚刚才讲的东西嘛。来到这里，有没有还没画好的？我这个画出去没关系。我细心做图。好。
草稿细心。哇，慢工。跟你手一样细。原因是你画的。谢谢。为什么你做的这么？你的横线为什么这么抖嘞？怎么抽的？啊，就五公。你一页就一个图哦。然后不够用。没有啊，这个我不要。哎，嘘，我。来一个，来一个。上面做老人操哎。就我们在学历介绍，老师要在上面做老人操。抽水。那我看一下我要教什么东西。好，再来是啊。好天啊！来，再来。section 三。来过线上一点的垂线。哦，好聪明哦。大卫人。过线上，走过线上一点的垂线。这个就多了。全是老师。过线上。好，来看一下哈，在讲什么东西哈？它是这样的，它首先一开始呢有一条线，那这条线呢叫做 L， 那线上有个点叫做 B 点，好 B 点，来，请你呢学一下我写东西的位置。这个 P 呢，不要摆在这点的正下方或正上方，请你呢靠右或靠左。为什么？等下就知道了，等下你才会被杀掉。好。好，为什么？来，接下来哈，一开始长这样子。对。那下一步要干嘛呢？好，下一步呢，再一次哈，这边用手画，所以画比较快一点。来，仔细听哦，这个时候呢，这时候这个 P 点对不对？你可以怎样来给它？用圆规张开个半径，适当的半径长。那像这个图来说，这个 P 点在比较靠右边这个地方，所以我可以怎么做呢？我就给它像这样子画个弧出来。这时候会得到两个点，这个点叫 A， 那、这个点叫 B。随便看，随便的刮号，然后所以这个刮号左边 A 跟 P 的距离跟 P 跟 B 的距离要一样。会不会一样？会一样，会一样。一当圆心，行不行？行。好，那么接下来下一步。来，下一步干嘛呢？下一步注意哦，下一步呢，你先听，你先不要急着画哈，你先听。下一步了，以 A 为圆心，以 A 为圆心。然后呢去做弧出来，所以差不多像这样子。哇，好难哦。再以 B 为心，然后呢做弧出来，一模一样弧出来，像这样子。超难的。那这时候就得到像这样东西出来。这样。蚊子吧，你要那边是蚊子叮你啊。然后这边就给他怎样的？画下来，就成功了。来，步骤都画给你了，来。我就这么想。赶快画吧。好。我问你好，实际上最后多出这个红线，这个垂线，这有没有垂线？有啊，有垂直吧？看起来有，对不对？它其实是谁的中垂线？不对。A B。它其实 A B 线段的中垂线。听懂吗？线段才有所谓的中垂线，点没有什么垂线，也没有什么中垂线这种东西，听不懂是？所以这个跟中垂线的做，那个是不是？这边是中垂，这一步是中垂线做的，这个。是啊。那我为什么学了这个，就不是用刚好又很感动？是这个为基础才有这个东西，听懂吗？来，赶快试试看，好，赶快把这个步骤简易步骤画下来，然后再试一次，然后自己试一次。那最后我们这边写个注解，这边呢，所得垂线，所得垂线呢，通过过 P， 还有且与 L 垂直。其实，
根本是 AB 的中等线。来，请你最后要把笔记写上去哈。来，有没有不会画的？不会画的叫我过去，我教你怎么画。不要怕举手，不会丢脸的。这个比素描简单一万倍。真的。你的包包那个可以搁放后面，这个非常有障碍性。为什么画不出来？谁没圆规？张琪就没圆规啊？对啊。你很糟糕哎，挺丢人的。来，快点啊！来，有没有不会的？不会叫我，我教你怎么画。完成。等一下看啊。
以屁股圆心，对不对？嗯。然后接下来这样画这样子，这样懂了没？接下来干嘛？下一步啊，这时候你已经有这样东西出来了哈、啊，来，这是 P 点，然后这是 L， 然后接下来这边的话，没有 A 跟 B 对不对？你现在要怎样过 P 点做一条垂线出来嘛？所以，谁听啊？你怎样呢？以 A 为圆心，然后呢？其实 AB 当半径就够了啦，我们直接 AB 当半径，然后怎样画个弧出来，所以呢，以 A 为圆心，然后画个弧出来，然后类似像这样子，看这边，以 A 为圆心，然后 AB 为半径，画下来，这样懂了没？再来对称，怎样对称？以 B 为圆心，然后一样的半径，这时候你不要，我跟你讲，画图。有个习惯就怎样嘞？拿起来的时候不要马上把它夹起来，听懂没？就维持一样的大小，这样才好用。然后接下来换以 B 为圆心，怎样嘞？画弧过来，所以你的弧会长像这样子。哇，这样懂了没？这样就可以了。然后接下来怎样？把那个点点差连起来。上下怎样？连起来就成功了。所以做一步嘞，就类似像这样子。会觉得。我觉得这世界上没有人。谢谢啦。然后最后这个来，快点快点来，我把那个步骤都画给你看了。好，学校老师教词汇啊，不会像我教这么慢啊。不行，我们要怎样的？一定要自己练习动手做、啊、只有自己动手做，自己玩过一遍东西才是你的，知道吗？用以自学，学以致用。来，快点，快点，来自己做一遍，来，不会举手。你要先从 B 当圆心。嗯。嗯。来，各位同学，请问一下哈，问大家问题。你做在画的时候呢，有没有需要说真的像我这样把这个线、这个弧啊画那么长？没有，没有，只要这样就好了。哎，只要这样就好了，懂不懂意思？画那么长是为了让你清楚理解，说我是以谁为半径。嗯。什么问题？没有，没有。再加大一点。来，快点啊！给大家三分钟哦，赶快把这个搞定了。没有。哦，这一点都不困难的。那就好，这个哇，好可以啊，很招手啊。我在玩，我在玩，我在玩。为什么？这个为什么那么陡？还是哦，对呀、啊。然后再以 A， 不要这样，好累。把 A 换一个 ，OK。A 换一个 ，E 换一个，有没有？有没有？没有问题。我觉得没有人有。我其实要辛苦了一点。来，动作快哈。但我还是觉得不行。那我闭嘴。下一个来，第五个，
三角形的高。来。来，开始 one。来，请你的像我一样画个三角形出来。它这个特别是因为我第一次画长这样的。长这样的。好，来，下一步干嘛嘞？来，下一步好，把这个三角形，请你再移压到画一下哈。放大版吗？没放大版，这能放大版？一模一样。已经教。教了快半堂课，一直都放放大版。来，接下来怎样呢？接下来拿起你的尺来，去你和这个底下底边，底下怎样呢？延长一下，像这样子。然后再来下一步。不要唱歌，不要唱歌。然后接下来怎样呢？上面这个为圆心，然后来画个弧出来。嗯。好像这样子。啊？哦。是以红点点为圆心，然后是的，贴着那个边边。哦，好了，好了。然后呢？接下来下一步呢？下一步就快结束了。
那个半径拉变长一点，好吗？你把半径变长一点，这样容才容易找出两个点。如果说你这个两个点呢很不好找的话怎么办？这两个点很不好找的时候怎么办？例如说圆弧跟那个直线太接近的时候怎么办？就干嘛？就把半径拉长，把半径变长，变长像什么地步？跟我一样。我跟你不一样，我们不一样，哈哈哈哈哈，长一些，像这样子，这样子会不会两个点？所以其实不一定要跟他的那个边一样，对，不一定要。我刚刚讲啊，跟边一样，理由是什么东西？不是让点的新的点的产生个数减少。如果你用橘色的话，是生出两个新的点，对不对？你用红色是才生出一个新的点而已，听懂意思吗？点越多哈，图会越复杂，越不好做，听不听意思？来，谁没有的？那我们来看下一个哈，会不会动作快一点？来。来，现在的这张已经长这样子。来，它长这样子。然后呢，下一步。干嘛呢？我给它怎样？里面给它延长。里面给它延长。来，里面延长。那延长之后干嘛嘞？我画错了。顺便怎样？以这个边啊为半径，然后上面这顶点呢，我圆弧怎样嘞？做弧出来，然后两个交点 A 跟 B， 像这样。知道干嘛吗？好，再来下一步。像饲料剂一样，都只会写人。
好，来，不要吵了。来，到目前为止有没有问题？应该没有吧？好 ，so far so good， 对不对？对。对，我们来，现在来准备下一个哈，来第七个。来第七个，来，我要做，做我等腰三角形。我刚才想说你要练什么鱼干嘛？来挂号了，我指定了腰长。来怎么做呢？来是这样的，我的目标呢，腰长呢，比如说三公分，啊，目标腰长三公分，所以怎么办呢？来是这样的哈，来首先呢，第一步呢，贴一条直线，画一条直线，画一条直线，然后在上面呢。标出两个点出来 ，A 点，然后呢跟 B 点。那 A 点跟 B 点呢，这里呢最好怎样呢？最好一量就量怎样呢？量三公分。好，所以首先呢，你第一步呢是要弄这个事情。那下一步干嘛呢？下一步呢，我就这样子。好，这是 A， 然后这是 B。那这样我动作要快，我放快一点哈。所以我干嘛呢？这个以 B 为圆心呢，然后呢左右呢取等距。哎，怎样？没有。啊？没有人腰。是懒腰。哦，真懒腰。还手指长。然后这两个为怎样呢？取等距，那叫做 C 跟 D 好了。那这个时候呢，我再怎样呢？再给它取 B 为圆心，然后呢？还有 C 为圆心啊，像这样子。这个其实是什么做图？这里在做什么东西？跟前面那个中垂线。然后线上一点做垂线。没关系，回答错无所谓。你今天第一次学的东西，好。然后接下来怎样呢？你这样做完之后怎样？给它画一下。好，像这样子。这产生什么东西？我们想要什么？我们想要等腰。我忘了多久，忘了最后忘了写两个字，不好意思，这边加两个字，等腰直角，各位很抱歉。等腰直角。在 B 为 C 柱的中点。对对对 ，B 为 C 柱中点。刘颖，我这样产生什么东西？我想要的什么？直角嘛，看到没？直角。OK。好，那下一步呢？我现在腰长要三公分，所以下一步就怎么办？来，这个我把这图要复制一下啊。怎么东西？那我下一步呢，就以来 B 为圆心，然后呢 A 为 AB 有半径，然后让画个弧出来，然后这是 C。接下来把 A 跟 C 连起来，就得到我要求的东西了。好，这边写了三角形 ABC 即为所求。来看一下，这不是白的，白就 C， 真的。刚才不有 C 哦，对不起，那就加一横好了，叫做一。哈哈哈哈哈！好明显，我终于答对了。channel， 哎，不是，干嘛 ？channel， 不要特别呼唤他。channel， 很贵，来，快点，快点。对啊，对啊，现在开始 channel 啊。之前他家你们都还没来，对，你还没来的时候。我问你哦，这时候 A 会不会三通？
会不会三公分？对，会吧。我想要翻起来。哦、不是 A 耶，讲错 ，B 一有没有三公分？会啊，会。会啊，为什么？因为 B 到 A 的距离是三嘛，你画那个圆弧出来的话，所以 B 到 E 的距离也是三嘛，是不是？没有人在讲究。你还会几个图？啊？很多图啊，我的讲义有五十几个。我不会叫你全部都画完，我不会全部教你。哦，不是我常识，是因为教了你也学不会。如果有人想把剩下没教的部分学完的话，你可以下课来找我。没有，下课。你觉得要不要下来找我？我帮你全部教完。太摇头了。对。来来，不不会的。哎，对，他是一只鹦鹉，不会是哎，绝经蜥蜴。B 呀、啊，然后呢？他取等距啊。哦。随便你啦，你这边要取多大都随便，多大多小都可以，只要等距就可以了。只要 C 跟 C 到 B， 然后 B 到 D 都是一样距离。
后叫两个点，是一个 MD， 然后一人起来。哇哦。这个我们就不
画动作分解图给各位看哈，因为大家应该这个是基本的作图哦，就是都运用前面就够了。来，首先第一个，第一步，那先圆规来，例如张开了多少嘞？例如张开个四公分好了，随便了，四公分。然后呢，画个圆出来。好像这样子，然后这圆心给它顶一下啊。我觉得再给它两公分，应该可以。好像这样。有没有两公分？你画好了吗？画。我2.7。你画好了。我。快点，快点。等我拿这个更难用东西画的比你们快。才刚拿。这超难用的，真笑哦。生气气。生气气。我熟气气，他在他气呼呼啊，来这个点呢，给他叫做 O 好了，那这点给他叫做 B1。你的这个半径，这张开的这阔度，你不要轻易把它合起来，听懂没？好，不要把它合起来。好 ，OK， 然后接下来呢，以 P1 为圆心，来这边好的。这画个圆了，干什么画那么久？别画脏话嘛！以第二圆心，干嘛嘞？上下画，你看哦，一样半径哦。然后呢，上下画弧。就这样就够了。好漂亮哦！然后呢，这上面这个嘞，这个焦点给它叫做 P2， 下面这焦点给它叫做 P6。然后再来，以 P2 为圆心，以 P2 为圆心，然后接下来画个弧出来。好，这只能画一个而已，他们没办法画两个。为什么不能画两个？因为你画两个，画回来就画 P1 去了，你自己实验看看。懂不懂？懂不懂在讲什么东西？啊？什么叫画两个？P1 到 P2 是一个半径。再一次，拜托仔细听。我现在从头到尾，我有没有改变我的半径？没有。我都用一样大的东西。先画个圆出来，对不对？对。这样子你要不要看？然后在 P1 这边随便点一个点。然后接下来一样半径，然后再去画弧，上下再画弧，懂不懂意思？然后接下来你的针移到 P2 过来，然后画弧，然后这里画弧。如果你一下就画弧，会画到 P1。会啊，所以干嘛？有没有需要画？没有，只要画到这个就好，上面这个新的针就那个新的这个点就可以了。那这个点是多少？叫 P3。哎喂，来再来，以 P3 为圆心，一样半径，我都没有改变我的半径，知道吗？从头到尾没有改，以 P3 为圆心。然后呢，画个弧出来，好像这样子。然后这个点呢，叫做 P4。好了没？然后接下来，再以 P4 为圆心，然后一样的弧，然后画个一样半径，然后这样画个弧出来。这个弧呢，焦点叫做 P5。好，然后呢，接下来。接下来干嘛？连接在一起。连接谁？连接 P1 P2 P1 P2。对，所以呢，你把这六个点都连接起来。啊，对，就产生封印了啊。好的。好的。好的。我是一个可以开的乌龙的。好的。好的。可以不要是好的好的吗？来，这样有没有正六边形的？哇！但我们还要六边形。我们要六角星啊！六角星非常简单。这是讲封印的话。我的绿色不
好了，现在没有。来，快点，快点！我看到每个都有这个六边形出来了。其实你那个虎哦，你给它那个连救一下，因为你画很好看。你那个虎哦，给它这样沿着画，会像一朵花出来吗？太阳花。有没有？会像个一朵花出来。花粉。啊，会像一朵花出来。来好了没？来，所以接下来的话，正六角星都写，都写。哇！画的我好气，你还没退班。来。好，正六角星的话呢，我把 P 三跟 P 五呢，一三五连在一起，一三五，现在三五，再来还有一五。星星哦。对。就产生这样的魔法阵，那种星星就跑出来了。好，这样一个是这样是什么造型？这什么造型？先告诉我，是绿色的东西。这是正三角形。再来，一三五画完之后换二四六。好美。你可以晚上回家把电灯关掉，在你房间，然后点蜡烛。是这样。用蜡烛排第一批、二批的。然后就你房间好写。我冷啊。好烂，他就很白玩。哇哦。不是纯属。然后跟。没事，快点，动作快。好可惜。画好了没？OK。你翻个翅膀回来好不好？你要按着自己的影子画，可以吗？又画歪了。为什么？我想画歪了。来，这个就是正六边形跟正六角星。好，我们休息十分钟，十分钟而已啊，动作快，十分钟。来，请你八点三十五回来，八点三十五，十分钟。好。今天没有什么需要你动脑的东西，所以我没有要让各位休息很久。而且我们很多图要教，所以我们不要浪费时间，要休息，要上厕所，要喝水的，赶快去。我也要去买。大家回来，大家好，我要买吃的。快点！我要去买。快点！走，六三家，不要跟我打，解除封印。要一百，要一百小时到。我们赶快走，走走。被他骗了。
是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
你可以问佩佩。丢丢啊！那你可以问佩佩。佩佩是谁？是谁？牙七下。糟糕。Thank you.
不能用筷子这样。什么？好的。啊？弄出来啊！所以正八角星嘛。
各位同学好，现在呢，首先好，我们要先画一条直线出来，画一条直线出来，然后在上头呢标个点出来当圆心。好，我们要这个角心，这个就不用画那个步骤图给你看了，你就跟着我一起做就对了，好不好？好，来，你先思考一下哈。刚刚我们上个那个六边形，对不对？是正六边形，正六边形每个内角几度知道吗？正六边形每个内角，每个内角120，六十。它分六个，所以每一段弧应该是60，对不对？那现在八边形要分几段弧？八段弧的话，每一个弧是几度？45度。45度要怎么来？三百六十八。三百六十没有，再来一点，90除以2好不好？90除以2，懂我意思吗？可以。90除以2，那90除以2的话，那会用什么东西？角平分线，90度的角平分线就是90除以2啊。好，来，所以来，首先呢，现在请你跟我一样，一起画个圆出来。我觉得哦，教十分钟，然后再教做菜一样。来，我们现在来把虾仁呢去他场。虾仁不拿去他场。那现在呢，我们把它过面粉，把它腌一下。好，那接下来要拿纸巾把它擦干。那这样我们准备下油锅了。做出来应该不能吃。可以，可以啊，你白吃哦。哦。糟了，接走了。开始哦。你现在是有身体觉得比较好一点，好，来，再来，再来，接下来的这个圆规这个半径可以无所谓啊，没关系。然后接下来这两端，来，这两端是什么？这构成什么线？这条什么？直径对不对？对。以直径的两个端点来做弧，来，所以你看一下，我先以左边的端点做弧。注意哈，我这时候张开的半径要怎样呢？张开这个圆规的半径呢，要比原来是一半的还要大。原来那个半径还要大。大多少？随便。大一些就够了。好，大一些就够了。好，大一些。好，这样子画个弧出来，对不对？这时候呢，针拿起来，一样的阔度，一样的宽度，钉到上另外一个端点去。然后呢，给它怎样呢？一样画弧出来。上头有没有一个交点的？有。有。OK。然后它跟圆心连接。是的。来，这个交点呢跟圆心连接。耶，棒棒。好，像这样子到这里。现在请你呢，稍微用笔呢，把这个端点呢给它描一，就是给它点一下，让它清楚一点。而这上头呢，这个。不是上面的焦点哦，注意哦，我点的是哪个点呢？是这个圆跟这个直径哦，它这个点看到没？好了吗？也就是说，我要做出一个怎样坐标出来了，不是三角形，我要做一个坐标出来了，看到没？我画有点歪啊，因为我斜着画。来，哪个在画面好的？阿轩，没关系，你不要管我。好，我不要管你。好，我们继续哈。好。来，所以接下来是直线哈。接下来呢，你看一下，我现在两个点哈。例如说这个点呢，叫等一下，这个点叫 P1 好了，这叫 P1。然后刚刚顶端这个点呢，给它叫多少呢？给它叫 P3 好了，这个点哈。注意哦，是这个，因为我画的不是非常好，取的没有非常好，其实应该让这个焦点上面一点点比较好一些，懂我意思吗？好，我让这个，这一个点呢叫做什么？叫 P3。同学，来，现在呢，我分别以 P1 跟 P3 怎样呢为圆心，那 P1、P3 的距离，你看可以衡量出来，对不对？概估概出来，这个圆规啊。圆规的这个宽度怎样呢？超过这一半，超过 P1 到 P3 的一半，也就是说，你不要怎样，不要太短，像这样，它不行，对不对？你要开一点，懂听懂意思吗？
当然不用开到 P1 P3 那么长了，就开一点就够了。然后以 P1 为圆心，然后在外面呢画个弧出来，像这样子。外面啊？刚讲到没在听，才上一秒在讲东西。这个宽度就是 P1 P3 一半以上的长度，懂不懂意思？然后一样的宽度换 P3 当圆心，然后呢一样画弧出来，好像这样子，那就是焦点了。啊，行不行？那这个焦点呢，给它连线连起来，这边给它连线连起来，我用用黑了。然后这时候就有个焦点，在原上有个焦点，那这个焦点叫 P2。来，你看一下，这个其实跟这个焦点线有没有很类似？有，是吧？嗯，是类似的吧？哦，来，赶快操作一下，快点，动作快。啊，要写名字，要写名字，点要给他写名字。哦，好。哦，点要写名字。好了没？等一下，大家画太丑了。嗯。那这样有没有45度出来了？有，对不对？有嘛？所以呢，这个45度出来之后干嘛呢？我就一样，来回想一下刚刚怎么做正六边形。我是每次新的点都当圆心，对不对？现在要怎么当半径？仔细看哦，现在怎么当半径？例如说 P2、P3 之间的这个距离，来，你像你这个针放在这个地方，针放在 P2。然后这个圆规的宽度呢，张开到什么东西？到 P3 这个点为止，看到没？哦，有没有？好，来就拔起来，怎样呢？嘟到 P3 上面去，来给它嘟下去，嘟下去之后怎样呢？画个弧出来，好像这样子。哦，那个点叫多少呢？就叫做 P4。那本来这里就有一个点了，这个就叫 P5。哦，来，龙木里，不会举手，我过去教你们画。我从 P2 就卡，从 P2 就卡。从 P2 画不出来，在哪里？我那一条先画垂直线，你。你不是这个图吗？没有，是这个人手。什么画完了？从6角这边。还是？第二。嗯。按住。角正边线不是两边做圆吗？画弧吗？然后接下来。这样子，然后换这边。有没有很不会的？有没有圆心，然后 P2、P3 的那个宽度，这样子画一下，画一下。对，我可以也可以画。好了没有？好。好了。那接下来其实哈。我们用对称性来思考哈，用对称性来思考，这个八边形要左右对称，我左右对称，所以呢，这个垂直这个 Y 轴就是一个对称轴，所以我可以怎么做？你看我怎么做哈？我现在以下这个点为圆心，然后呢画个弧出来，右边跟着画一个弧出来，这时候伸出谁了？这个是不是 P6 了？然后这个底下的 Y 轴这个就 P7， 然后这就 P8， 好，搞定了。八个人就生完了。没有，看你笑很开心。没有。在笑什么？等你看到白板上我画面，记得跟我讲一下。好了吗？罗毅不是你画过了？这个我没画过啊。哦，我
我们今天就是这样子，然后接下来到底好，我们就是这样子。对对对对。那好了没？快点。好嘞。我点一点，留一条线，我要干嘛？压饼来啊，大哥，压饼来。没有来就来，好，所以接下来你这样搞出这八个点之后怎样嘞？后面会不会啊？把它连线连起来。我用这个连用绿的。好，现在连那个正八边形给你看。你可以观察那个事情哦，当这个正多边形的边数增加的时候呢，它会越来越像什么形？是不是？对。中国古代呢，把这个东西叫做割圆术，哦，把圆呢切割叫割圆术。好像这样子。来，绿的就正八边形了，看到没？我看到了。那接下来八角形我要怎么弄？连起来。来，我的 P1 跟谁连？我 P1 跟谁连？知不知道？来，我 P1 先跟 P4 连。P1 先跟 P4。然后 P4 再跟 P7。然后 P7 再跟 P2。然后 P2 跟 P5。然后 P5 跟 P8。然后 P8 跟谁 ？P8 跟 P3。P8 跟 P3。然后再来 P3 跟谁？跟 P6。是什么东西？我乱了。P6 跟 P2 吧。P1。然后 P6 跟 P1。画好没？来，赶快把它完成掉。所以这应该是11个。
第四案八角星呢，会出现在那个清真寺里面。清真寺你可以去哪边看呢？在那个金华。对，金华国就大安森林公园对面那边。哦，那个你可以去那边看，它屋顶上层。对，绿色屋顶，它屋顶里面的壁画上层有一三八角星。它八角星长这样，就我用手画就好了，不要用那个啦，用圆规纸画。你可以用手画。啊？因为刚刚那个正八边形，不是十一吗？对啊，我想说的。都出来的数据图，都出来同学。哦，这个八点五十七，对，应该是这个，就这样，就这样而已。这其实蛮好画，你可以回家自己想看，怎么用尺规做图做这东西出来。这个可以用尺规做出来。这其实就什么？这造型怎样？两个叠在一起。旋转几度？90度。45度。耶。45，为什么？哎，你们要有一点几何想象力哈，很多同学都没有什么几何想象力。你看为什么会旋转45？你看一下，首先这里是有八个顶点，再跟刚刚一样 ，P1， 然后 P2， 然后 P3。P4 P5 P6 P7 P8 对不对？那这八个点它会均匀分布在什么地方？一个圆形上面嘛，是不是？那你看一下，如果说我把其中这个 P5 跟 P1 给它连线，然后 P3 跟 P7 把它连线，这什么东西？就变 XY 轴了嘛，是吧？好，然后再我把 P2 连线，这边几度？45度，这里45度。那你再思考一下，如果说我要去旋转1357的话，那我怎么旋转？我要旋转叠合到 P2 的话，怎么旋转？从 P2 怎么叠到 P2？ 转45啊，大家听懂没？所以这边就我们试一下，这个怎样？这样子45度，然后就会叠合在一起。这样懂不懂意思？一样大的正方形，它们彼此怎样？相差45度，就会产生伊斯兰的八角星，阿拉伯人的八角星长这样子。好，这样问题，你懂我在讲什么？根本就学校不会教哈，但是就是为了促进大家几何想象力。台湾是最新考的。我跟你讲，其实前年哈，我很后悔一件事情。前年本来我有机会猜题猜中数学，就是考大学的一题目了。因为我看论文有看到那个，他说有一个美国一个富人，有个阿姨在家里无聊，她拼五边形，然后拼出一个新的五边形，就铺满整个地面，一个新的形状。然后他就把那个发现，然后就是跟附近的大学的数学家讨论之后，就写了一篇论文，是完全全新的，就过去两三百年完全没人发现的五边形。然后你说他玩，对，在家玩，这富人根本就突然猜你的太。就没事干，就这样子。然后就拼桌子啊，就是拼像拼地砖那样东西。然后发现一个新的形状，四边形的形状。然后那个四边不等长。然后就他这篇论文发表出来之后，然后就我看科学院看有他有介绍说啊，最近美国有一个新发现，是一个很无聊的阿姨发现的。然后看完就想，没很难啊。然后我想说。然后他是凑巧看到的，然后就把杂志拿出来就没看了。那长怎样？就他图长得，我用忘记了，好像长像这样吧，类似像这样的图形。然后把它铺了整个，就是可以完全密铺整个平面，好像可以啊。我内容我不是记很清楚，结果看完之后你知道吗？那个时候大概9月的时候看的吧，就是他1月考学测的时候考出来这一题。就他说美国有一个富人，美国有一个人，然后发现这个形状。请问一下，我们可以用三角函数计算的东西。本来我如果说那时候我把那个题目设计成考题给学生考的话，我就是全台湾唯一一个猜中题目的。但很可惜没有。那他没有写对。为什么你会知道你是唯一？对。因为没有人发表说他有猜中的题目啊。所以你猜中，你就想问他。猜中就会发，猜中就会讲啊。例如说我们之前国文老师猜中。大考作文题目啊，
猜到，就平常我们有练习到，不是我们啊，都是我们补习班的学生。啊，就有练习到的那些人就很爽啊，因为很轻，就不太需要动脑想啊，就直接啊，这个题目要写过，赶快马上把当时老师讲的建议跟自己本来写东西两个结合在一起就写出来了。完美。啊，那时候我很后悔没有把那个我看到那个东西把它写成，就是做成模拟考题给学生做。所以后来只要我看到新的东西，只要适合学生程度，我会尽可能的把它弄成让大家知道。像这个本来我不知道这东西，但是因为这个过年，这过年我从初七到初三天都在做这东西。不会吧？都是做实况做图。你们不吃什么？有啊，就是吃完我就去房间继续做，我到初四才开始休息，就开始看电影之类的。那你也休息不了多久。对，我整天都在做这些东西，像我做正十二边形，正十二角形，就那边做一个图，要跨三十分钟以上。啊，那你有做十七边形？没有，那个可能要错一个多小时，那很麻烦，很不好做。而且当边越多的时候很那个角度很小，很难做。好了，这是题外话。所以总之，我会尽可能跟你们补充那些东西啊。好。因为 maybe 说不定你等到会考好多，这是一个一三八角星，它有什么几何特性？哎，顺便叫你算一算，等等啊，不知道。例如说，它可以出什么考题？它可以出说像这样啊，什么这个八角星呢？它的中心到这个星星的这个长度呢，如果是五的话，请问一下这正方形的边长是多少？而且很简单啊。因为我要讲什么？如果这个星星的正中心到顶角的距离，这个顶端距离是五的话，那么这个星星是多少？或是说问你说这个面积是多少？这可不可以叫你算？都可以。怎么算？你看这边是五号，你看那个等腰直角三角形，有没有？啊，所以这一段就多少嘞？这一段就是根号二分之五。那什么都知道了，一下都什么都知道了。然后接下来，这两个三角形理应该是一样的，这个三角形，这个跟这个理应是一样的，所以应该整个除以二，所以这一段就是多二分之二杠二分之五，啊，这也是二杠二分之五，不是吧？不一样，不一样，下面的比较小，但是因为我这样黑板白板上图画的啊，它应该一样，有对称性啊。老师，你看你画的这两个红色的三角形。好 ，OK， 好了，总之，我会说这都可以，这可以，好，有点不一样，对，反正这都可以计算它了。我现在只是随便讲而已了，听不听懂意思？啊，你看过应该比较熟悉的感觉了，你有兴趣就可以下个算算看。好，来，再来这个就，这就不讲了哦。来，我们再讲，继续讲别的。来，所以此为做这个新的作图应该可以哈。来，再来，看要教什么东西。太多东西了，没有教十二角星，教十二角星教到下课教不完。来，接下来我要那个复制，来复制角，来等角构图。没有，就是做一样的角出来。来等角构图。干嘛？懂了，后面感觉发生。来，首先等鸟做图来。首先呢，本来我有个角，好，我有个角像这样子。然后呢，我在旁边画条线出来，像这样。来，本来长像这样 ，OK。好，然后再来下一步，这个角一样哦，这样子。然后呢，接下来我以这个角的顶点呢为圆心，然后画个图出来，然后一模一样的这种东西呢来复制过来，像这样，这两个是一样长的，这样复制。来，知道要干嘛吗？哪两个样？我先在这个角怎样画个图出来，画好之后怎样，圆规不要动。张开弧度不要动，移过来这个地方，随便点个点，然后画个弧出来。来，各位，看一下，好了，好，接下来下一步，
来，现在过来，仔细看，这个边比较技巧一点点哈。这个时候呢，我这个脚跟这个弧呢，是不是有两个焦点都在？我取其中的我圆心，然后呢，我的圆规啊，圆规怎么张开？这个底下当做圆心，张开弧度就是针呢那个笔啊，要点到另外一点，看到有看到？会不会？点到另外一点，然后这时候画个弧出来，像这样子。听不懂我在干嘛？再讲一次哦，你刚刚是画这个弧，对不对？它是两个焦点。对。然后呢，以其中一个为圆心这样点上去。嗯。然后你的笔呢，要去点到怎样？那个点。另外一个点，懂不懂？然后画个弧出来。这样子，可以吗？可以。哎、嗯、好，好。哎呀，这图好漂亮，好舍不得擦。我觉得比较差。比较差。你擦左边吧。天哪！哎，图超漂亮的，那没人看，人家八针看一下。那不然现在来八角星投票，然后看要擦。不用啊，其实八角星没有画很好，你看这地方没有对。没有非常对。有啊！哎呀，可以用手机拍照。啊，不用，我家握一本，本来我家带来的，就是我过年画东西。算了，这个。啊！你干嘛啦？你放屁！放屁！吓我一跳！我养猫家我也是个听到的。吓我一跳！我养猫家。你要这么大声？谁的女人哦？好，不要吵哦，拿这来。所以下一步哦，人脚做图算有一点点困难了，但好你不用怕哦。我们都已经画了那么多心了，对不对？我不想，我不想。啊？他叫我亲他。你到底有什么问题啊？哎，不要，专心点好不好？专心点。你这个时候你已经画了这个弧了嘛，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哈，仔细看啊，你就以这个新的这个，你就以另外这个线这个点为圆心，然后呢，看这边哈，你这个宽度没有改变，对不对？嗯。然后呢，点上去，这个针要嘟上去，刺下去，之后画个弧出来，像这样子，画个弧出来。我跟你讲，画完弧出来就成功了，为什么呢？为什么？接下来只要再连一条线就够了。接下来怎样？哎，你不要敲我。接下来就像这样子。对不起，好，对不起。这个顶点，等下怎样呢？给你。连线连过来。嗯。我跟你讲，这两个角呢一样大。为什么？你仔细比对看啊，你自己画一遍就知道。好，那我现在画。如果直角的话可以吗？直角的话也可以。但是直角画不如用垂线做图比较快。我现在是要复制这两个角一样大，所以最后的结论是这两个角呢，这里跟这里两角一样大。好像这样子，来，请大家赶快做一下哈，赶快做一下。哦，其实好。角星的作图，今天教两个，对不对？教六角星跟八角星嘛。其实最好的星，就是大家生活中最常见的星，应该是什么？五角星。五角星其实很最难做。为什么？五角星的难度。因为它是奇数角。对，它是奇数个角，比较不好做。啊，五角星比较不好做。十二角星其实好做。十二角星你会回家想到怎么做？要从谁生出来？六角星。六角星给它中间生一半，中间给它切一半。你就是可以生出来的。那十六角星就是从八。对，但是会做出很复杂的，就很尖的那种，像刺球的东西啊。是。那现在做出最难的角星。十七啊。啊，还有二三九七多少的。二三九七角星。那是圆形的吧？那是理论上做的，没有人真的用它来做的，那个做出来跟圆形没两样。2397。来，这个好了吗？还没。来，动作快啊！我不想理你。动作快啊！五角星的话，改天再教大家哈。
有空再教大家。我少写一个字。要。第二条湖，就是第二条湖的那个。对，这个以谁为原著？这个。我写皮皮。句子这个是。好的。那半径是多少？就差不多画在那个，那半径是曲。这个。另外的这个，对，他刚不是想说这个当圆心，然后这个点要点在这边，不就半径决定好了吗？哦，人阵亡了。谁？哇！你怎么了？刚看着黑板在发，开始笑，然后就阵亡了。含笑半步。这回光返照吗？回光返照。好了没？看到一个，好了没？好了吗？不要紧，应该差不多了哈。你假设你要回家做个美国队长盾牌。我没兴趣，我真的做过，但是超我画超烂。对，因为你不会只会做组织，你画五角星绝对画不好。我从圆形也画。如果你要做，你要做美国队长盾牌的话，那五角星你要画的非常精准，看起来才漂亮。他、要怎么画了？用词汇都不做。他盾牌到底长怎样？就是红色，最外面是蓝色，哦，对，红色，最外面是红色，然后在里面一层是白色，然后在里面一层是蓝色，然后哦。像这样吗？可以这样。然后星星是白色，然后星星外面好像有两圈三圈样子。好。好。我小时候画差不多就这个样。跟我花十秒钟画的等级一样。好像是在一个不知道什么东西盖子上面画。OK， 好，所以我们接下来下一个哈，等角动作已经画教完了，对不对？来，再来 section 十四。来，平行线做图。那个时候他那个色那个，我觉得他色比较好，是一样的。好，来过新闻一点的平行线，来这两个做法，来这两个做法，第一个做法简单讲就可以了。来法医，来法医在讲什么东西？法医就解剖尸体了，知道吗？好，我知道。好，法医，法医就是来垂线再垂线。我刚还想说，为什么解剖尸体要垂线？好的，因为你智商太低。你没吃晚餐吗？他晚餐吃啥？等下老师订肯德基给你吃好不好？辣味饼干。辣味。来，怎么样？看好。还有这样的。来，首先呢，我有一条线，哎呦，这样子，然后我这边有点叫 P 点，然后这 P 点应该高一点，这样子，好，在这边，好不好？像这样。好，各位，我现在目标想干嘛呢？我目标想要过 P， 然后做个垂直，做个平行线，跟谁平行？跟 L 平行，能不能做？可以啊。小学生都会这样做哦。两距离，然后这样子，然后一上来，画，这样比较指挥作图，这样一点都不精准，这样一点都不精准，好，你在画，你在移的时候会手抖，会啊，会啊，摆上去，是，那我现在反正我跟你讲，我目标是想要做这样一条东西，对不对？那我怎么做？怎样？哦，像这样子。可以吗？可以。那你觉得我要怎么做？先把两边。我要怎么做？很简单的方法嘛。做两个垂直线。我先这样做垂直线，然后再怎样？他在讲，再做一个垂直。然后再旋转，再做垂线，对不对？就有人要讲这意思嘛？各位有梦里，我先做这垂线，再做这垂线。那这样不就是垂线再垂线，不就平行线了吗？对。听不听懂意思？来，懂意思。来，第一条垂线，我用这个，我用红笔画。
好，第一条垂线，这叫垂线一。来，行不行？行，可以。来，再来第二条。第二条垂线，干嘛嘞？来，请问一下，思考一下。一条垂线，这叫什么作图？这样怎么作图？帮我掰开。死龟作图，马虎啦，这每个都是死龟作图。这什么作图？叫做线外一点做垂线。有没有讲过？今天的第几个？看一下。第四个，是不是？叫线外一点做垂线。好，来再来，我要过 P 做垂线，来第几个？第三个，线上一点做垂线，看到没？这时候啊，你的线原来是横的，对不对？我们要把它摆直的，所以先怎样呢？先上下取等距，上下取等距，等距完之后再怎样呢？再给它做弧。好，这样子，这是垂线二。那垂线二就是我们要求的平行线了、啊。来，懂不懂我在讲什么？懂。懂的。这是最简单的作图法。我说，对于要完成的目标，这是最简单的方法。但是这个方法要画几个弧嘞？来，我们这边写一下，共耗费。来，共耗费几个弧嘞？来这边一个、两个、三个，再四个，然后五个、六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六或七啦，反正大概六个五左右了。六或七。好了没？好了。这是第一个方法，这个方法非常容易，小学生都可以想得出来。好、哦，难来，有想办法。小学生都可以。那接下来下个方法是小学生想不出来的。来，看好，来。那我们想不出来吗？你想不出来的，好，那我就直接否定你了。来，现在请你，现在你看我哈，现在看我哈。好，接下来我要做的东西是这样啊。原来这个现场这样，我现在不在做什么特别东西，而且不要急，像这样子。现在我两只手有没有平行？有没有在同条水平行线？有没有在同条水平线上？有，有的在。好，教练看着我。你要这样子吗？然后你仔细看，你现在仔细看，我现在讲认真的。我现在呢？如果我的右手跟我左手呢，它抬升角度是一样的话，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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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平行啦，有啦，但我平行啦。这有啊。这样，为什么？这样都这样转多少？这样转九十。九十对不对？转九十会一起这样去。
你这个很随性，这条斜线画完的，对不对？没错吧？好，来，这时候接下来我下一步就这样子，来下一步。来，这是 B 点。然后呢，我就在这个地方呢，做个弧出来，像这样。那哪里有当圆形？这里当圆形。好，你画弧画一。一画下去之后怎样呢？马上圆规拔起来，往上磨一下，磨一下之后怎样呢？换 B 点当圆心，一样的弧呢，给它画画一下。画的没有这样好，我重画一下。好像这样子，这两个弧怎样？弯曲程度不一样。有点被看着笑了，你有病吗？这样可不可以？好，好，然后呢 ？OK， 好，接下来干嘛呢？你回想一下，你在等角做图的时候，是不是要去盯那个其中的焦点，然后去测那个张开幅度，对不对？嗯。来，现在一样这样干。来，上面这个，上面这个当怎样？当那个圆心，给它盯上去，盯上去，然后张开。然后这边给它画个弧出来，来这样子，来行不行？行不行？我在干嘛？知道，知道。怎样？等一下，我把它画上去。这太小了。好，所以接下来我们下一步的图来。你干嘛？你要干嘛？不要去截图了。把他前面的那个，大家快解救一下刘宇轩，签名下来。那个，等一下我要拿我的照片，签名照。那我可以，我可以要这一张吗？来，所以再来。消学阴影。你现在已经这样子，对不对？没错，那个宽度已经长决定好了，对不对？来，接下来你要谁当圆心？上面那个，上面这个当圆心啊，对，那个钉一下，钉，要嘟下去啊，插下去，然后接下来这样，挂霸气，像这样子，挂霸气，画个弧出来，然后嘞，你看一下，这旋转量跟旋转量有没有一样？有哦，然后画个线。好，就得到平行线了。对啊。哎，说，哎，你说，哎，老师，你这画的麻烦死了。你这边这样子画比较好，为什么还要教这东西呢？我跟你讲，这个比较好用。为什么说比较好用？我们看一下，这用了几个弧啊？比较快。其实看做一个图就够了。来，一、二、三、四，四个弧。那现在比较清楚规则了吗？大家听到没？嗯。这用的道理是什么道理？这其中有什么道理？叫做等角作图，同位角相等，旋转量相等，就会怎样？就会平行，懂不懂意思？谁碰你？我一直摸我的手柄。哈哈哈哈哈！我们班好多人哦。这还真不单纯。共耗费四个五。所以我们用哪个做法？这个，这个比较经济实惠，你知道吗？这个比较经济实惠。好好，来吧。啊？叫做五方五吗？对啊，你这里面那个数字还有张梦。可以不可以？有问题？好，这我小孩再教一个，再教一个来下课。其实这样教很少，这样没有教多少。再多下几个舞吧。哈哈哈哈哈。好玩。对，我们来赶快念一下文章。时髦的教学法，同学们在教室里眼花缭乱看秀，不做笔记。看秀。根本没有这句话。好，来。
吐血了，因为我刚用了三成的功力打过去。各擅打，这太夸张了。我乱讲的啊。啊、这个内容哈，这个什么时候要用到了？各位同学啊，这在这个学习的第四章还在用到，第四章。所以我还要一直接触远光。对，所以从今开始，我很早就讲过，从这学开始，圆规跟你的直尺是你好朋友，你要一直带着他，一直摸着他，你知道吗？这是我的好朋友吧。好。你要不时的抚摸他，就是感受，感受他的，就是你要怎么去控制那圆规，听懂吗？你要怎么控制他？好，你要感受到如何去，就是让他成为你的手的一部分那种感觉。你这样画图是要画的漂亮出来。我跟你们讲哈，以前我在读国中的时候，偶尔有几个题目考出来，我做不出来，我怎么办呢？当场做图。当场作图，因为我跟你讲，我做的又快又漂亮啊，我可以这样讲啊，我做的十分精准，所以我通常有时候图做对了之后，那一看我就知道答案是多少，啊，用看的或者用量的我就知道答案多少，比如答案是，比如他给一公分，我就真的用一公分去做，好 ，OK， 好，来做一个，做一个，啊，不要闹了。你这样说，我们上课是不是都很吵？我觉得还好。来，叫做来 n 等分线段。来，那 n 等分线段呢？我们这边呢，以 n 等于三为例。干嘛？这什么意思？你觉得字面上一直在讲什么？所以我今天给你一个线段，我要干嘛？我要切三份，知道吗？切三份，懂不懂？切懂不懂意思？好，我怎么做呢 ？OK， 来第一步，我有 A 点跟 B 点，构成一个线段，像这样。然后接下来下一步呢？这个等一下一定要大家仔细做完哦。一定要你仔细做完哦。来，接下来呢，我干嘛呢？好 ，A 点跟 B 点呢，这个线段这样弄对不对？然后啊，我呢，这时候呢，过 A 啊，做一条斜线出来，过 A 做一条斜线出来，就跟刚才那个这个等角做图对，不是讲这个平行线做图一样，像这样子。好，做一条斜线出来，像这样。来，懂不懂意思？好，那么接下来下一步，这做图很重要，这做图等到你高一才会用到。什么时候才不会？等你考完大学读中文系的就不用到了。那接下来，好，这是 A， 这是 B。来，这时候哈，这时候是这样的。仔细听，来，这个时候呢，以这 A 点为圆心，随便你爽就好了，取一个半径出来。然后再来，一模一样的事情再做一次，一模一样的事情再做一次。再讲一次，以你爽的长度。有点直接啊，我半径画弧，然后呢，接下来圆规拔起来，钉到这上面，再画一次，钉到干嘛了？然后接下来再一次，也就是说这三个线段怎样？一样长。是的，听不懂我在讲什么？很好，好，来下一步。啊，跟不上。不是啊，我可能只是想啊。什么啊？最好不要跟上。我的妈！然后呢？接下来把这个上面这个点啊，跟你这个端点呢，给它连线连起来。
高二的学生。你别这么做，我以为他刚才看到你。我不知道，对我别的动作什么含义？然后你有给他看过你的刚才那个？哦，没有。是只有我们班有。好，闭嘴！来，快点好，到这好了没？好了。啊，接下来怎么办？接下来我跟你讲啊，我要过这个点，注意啊，我要过这个点，做出跟红色平行线，红色的线平行的线。干嘛？来，你刚刚就是有这半径，对不对？你还没把它怎样？还没把它关起来吧？应该还没吧？等一下做图之后，各位等一下一定要做这图给我看，做完再回家哈。来，这时候来干嘛嘞？就以这个为圆心，然后画个弧出来。所以这个时候你会长出像这样弧出来。三分之七对啊，很好，7公分啊，那
再用这个方式画，你就得到很精确的三分期，非常非常精确精准的三分期。来，所以你赶快把这图画完吧。来，自己练习一遍，自己一定要练习一遍，自己务必要练习一遍。好，画完这图就好了。好，画完这图就好了。你要自己一定要练习一遍。我今天教的内容全部都是我那个时候那个晚上学会的东西。你说初一晚上？不是初一晚上，我跟你们一样大的时候的一个晚上。你也太夸张了吧！我就跟着书上一起做。他说先脱裤子。然后双脚为圆心，开始旋转，在地上画这个圆。你懂我在干嘛吗？有没有哪个过程不懂的？要重讲的。动脑筋想看哈。啊？你脚麻了？你脚麻了？没有啊。谁叫吗？没有啦。我说盖子没拔掉。哈？烟锅盖子。哦。你在跑。来，快点，快点，好了，这样就。这样基本作图差不多讲个大概的啊，各位，你如果这些作图都搞得很厉害的话，你就很强了，没概念了，你就很强了，哦，你就很厉害了。啊，你只要再学一两个作图，你只要大概再学三四个作图，你就有办法参加香港数学竞赛的石龟作图的比赛。看了这比赛？有这比赛。香港数学竞赛。只会做，然后你觉得你去参加会得第一？第一，因为我都会做啊。哈那个只是开放给国中生而已。这个话，我你没有轨迹啊。轨迹。老师，那你觉得我们去参加？而且你先把这画完再给我。啊？你们现在参加应该只会做出前一题或者前两题了。他一年会有三题左右。啊，通常第三题都很困难，第三题要动脑筋想，要想很久。来，快点哈！来，赶快自己练习一下，三等分，啊、哦！不会的话你举手，我过去教你。我想问那个后面那个两条红色的一条，怎样？那边是怎么变过的？这样吗？两条红的线呢？再把它延长。然后这个当圆心啊，然后当画弧啊。OK。那个长度都不能变的。什么长度都不能变？长度要画弧之后，啊，接下来这个点跟这个点拟合呀，不是吗？你都画，拟合都过来呀，这样子。对啊。然后这个单条。什么？不用啦，你要不是有一条线做的，这样不就平分了，就等有等分的。所有姐姐，你在干嘛？画不下去。没有啊，我说你爽的长度就可以。他自己来气不哭，一个是安，一个是我。
序啦。我已经考正三项。请将以下作图顺序按照正确步骤排出来。那简单，最多笔画。那就给我们，你要那就简单，然后简单就给我。好，对不起。哎、欸，我戴眼镜，客观是不是？我掉啊！我又不知道我戴眼镜。我现在喝不起来，超饱。喂，不过面具戴上比较要充饱电啊，或者我戴行充没？好，这样子。三个小时。我很多。我明天早上。老师没有。谢谢老师。老师。要。对，差不多。不冷，然后我们等下准备要飘。不是，你干嘛？好厉害！我有，我有，我有。然后做几个人。来，如果你要不会的，等下课有来找我，我教你画。好嘞。四角。几点？四角。好，来，我们今天到这边。啊。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好，真的，我六角四角。都对超棒，影片，等一下啊。我觉得你没有用力。没有，我要看。我觉得你们两个没有那么专长。我还没有那么瘦。